Thank you.
哦，我今天大，我今天大同啊。是吗？一直都大同啊。要去那里啦，你想太多了，你怎样？你是不给货是不是？可以啊，你要货吗？当然要啊。至少四十吧。放心，我会自己来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会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自己来。啊，你放心，我每天好像会自己来的。啊，进包厢了。哎，现在几点？大概多少了？大概应该没八点。嗯，好。就大概就可以。OK， 欢迎。Okay, 好，我去一查一下。今天只有两回而已啊，今天下课只有两回。嗯。下午。我知道啊。今天我们只有一台车跑大同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啊，你要跑哪一台？我当然是开那个啊。啊，所以二先生。你要一车一只就好了。你要一车一只、哦。你是要他还是要柚子哥？啊，他会跑吗？对不对？会啊。好。他说他没有，他叫另外一个。哎呦，干怎么那么硬啊？要穿安全鞋来接一下。我没安全鞋啊。我也没。没有力气。但、你有昨天办那个？嗯。不踩那个干被克数，泡底。抄哪个？抄哪个被克数？那个、啊，那个25公斤那个啊。家具啊，哦，这没克数啊，这样做我放很大力，那摔的啊，靠腰，你很重呢，我当然是这样子，这样子抱，放下去，但、第一个就不小心跌，要到脚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没克数。阿周还说，他有跟我讲说，请我放小，放好，嗯，就是。放心一点，他在跟人家讲电话，那我跟我讲些句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旁边有两个人都在看他，看他有没有理你。他在讲电话，我旁边两个人在看我在搬东西。哇，今天都那么大件哦、喔，干你！我都没有拿卫生纸。吼吼，这么可恶啊！我不可能有啊，我怎么可能会有？所以一要照顺序上吗？不是，二要照顺序上吗？有啊，你下来，你不是？你自己放。你下来帮我搬那个桌子吧。上次就说。你说在客数怎样？你干嘛？你接我？我刚拿下来而已，你不是就要上去了？我会。刚刚跟我讲说，如果在客数就。外面走，我想说，更今天说，明天说，天了。哦，就他没来，是不是？所长啊。
嘛？先放在那里啊，二车先进去啊。不用啊，我等下这样子比较好搬啊。哪里好搬？我不用弯腰啊。操你妹的！今天都这么大劲。我吗？因为我要挑货。啊，挑货，我先那也是先挑二的，先挑一的那个是后面啊，先把二的先。二先丢这台。对啊，二先丢进来、啊。一样照丢这里，我自己挑。啊啊啊！我挑不了，不打。好。哎，稍等。来一拱的。搬就好了啦，再自己搬就好了，你就不用帮我搬。哎呀，我会自己排路的。OK。今天其实也不多货两笼而已，不是？好险，今天不是礼拜天。而今天是假日啊。封路，你说底话。脆哒。哎，昨天我告诉你呢。怎样？重庆北路二段。哎。车祸。二十。还以为我车祸。啊，结果嘞？结果把我放线呐、啊。挡车好不好？他讲说谢谢，谢了，谢谢。他才走的呢。他以为我们两个很近啊。他以为是你去 A 道还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啊，车主的家人也来讲。挡一下。是啊。哎，那时候下班时间啊，4点多的时候。哦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别再忽视。我去跟人家要纸箱，那个二卷纸箱都不要。要纸箱干嘛来卖？没有了，没有你要那么一堆纸箱通啊？人家要的、啊。哦。原来有这件事。买一送一了，今天要买一送一了。啊，在。你在啊？你也当新卡、啊？我干二四。好像是连电哦。太香了。等坏坏，你是赵先生赵侯讲吗？你需要一间包裹，从下去你北京要上班吗？有点之后吗？好，那知道了，好，谢谢。你先说吧，就是不想让他也特别。18先上吗？18。18可以。你先把它推进去吧，我这一块没位置啦。我觉得是快没了齁。
はい、よし、うん、干拿树好评。这个保安别虚的，你、啊、什么庆城抚顺呢、啊？